昨天我们这个国政一个立场的这个最高理事会 ，OK， 那么讨论，那么这个立场理事会呢，各政党派三个代表，这是在我们这一个国政的这一个章程框架里头的这一个理事会。但是呢，这个理事会可以呢讨论，根据需要，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要成立一个领导或者顾问一个顾问团，那么这顾问团不是一个人，他会有不同的人，甚至呢昨天也讨论呢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所以昨天呢在会议决定呢就是以他为这个顾问团的这个主席，那成员呢目前也有其他的政党呢我们正在呢在物色有关的人选，所以他不是一个在整个国政的权力框架里面，他是一个顾问团，就是扮演顾问的角色。我想在这个部分呢，昨天有关方面都已经发出了正式的公告，那么昨天已经讨论了，那么日后呢还会有一些国大党包括马华的一些建立人选，昨天大家同意了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认为说我们本身要有更好的这个秘书处的人事等等，这些都是昨天所讨论的一些